看，已经是花地呢。那里面馆买了买什么物件？那有人去留下啊？哈，那是妖魔鬼怪呢，已经。不是啦，那是外星人啦！打他，跑出来了！打他啦！快点！什么事的意境？走吧，去上课吧。为什么多一个宝可梦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